帝星陨落，武王即位，世道不复。树妖已暗，人心惶惶。我狄仁杰任浦江知县，牵扯此案。蚩尤现世，神龙藏尾，聘机司晨，万妖灭世。破解迷局的线索，永远都是千丝万缕。现在这些不足以决策。我不想再见到狄仁杰。有请蚩尤大帝。蚩尤大帝保佑。这个人有问题。这案件恐怕是冲着陛下去的。狄仁杰，我想永远记住这一刻。伤浦江百姓，我狄仁杰绝不允许。